Hello， 我们来到候车亭了哈，这个也是历史悠久了哈，这应该都是阿兵哥在做的了哈。你看到这边，看这个宝，这个金刚宝的宝不见了哈 ，boy。哎呀，应该很少人在那边等公车吧？下面都荒成这样子了。然后这个公车站牌还是有的，写金刚宝。哦，没了。有金刚宝，可是应该很少人这边坐车吧？啊，应该很少人这边坐车了哈、哦。金刚宝，给大家看一下，目前荒废成这样子。然后那边就是吴克亭啊 ，OK。这边就是那个哈、哦，金刚宝。很可惜哈、哦，你看下面这么脏，你要怎么过来？要怎么这边等公车啊？哈哈，啊，应该是没人要这边等公车的啦。不过给他记录下来了，这搞不好以后会拆掉了。OK， 历史遗迹啊。OK， 好，拜拜，再见。